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73页，第一行。经文，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著。课题，一切无著。这里举几个例子，代表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要执着，换一句话说，都得放下。过程，国家、城市、居乐是村庄，眷属。除家亲眷属之外，领导人对于所有的干部都是眷属，公司老板他所有的员工也都是他的眷属。珍宝是代表财产，这一切都是人所眷念的，一般所谓的情执很难放下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做的表演，这话他说的，他全做到了。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所以他有国，他有臣。他所统治的这个地区有聚落，聚落就是村镇。除了家亲眷属，这全国的国民也都是他的眷属。出家之后，所有这些弟子也是眷属。经上给我们写得很清楚的，常随众。一生不离开老师的，1255人。长随弟子，那不是长随的，临时来参加的，或者住短期的，几天、几十天、几个月，一两年离开的太多太多，所以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个团体很庞大了。孔子当年在世教学的时间不长，只有5年。史书上记载的孔子有弟子3000人。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肯定不止3000人。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野外，
啊，他们喜欢住在森林里面，啊，大树底下，静坐。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想象到，那个时候没有科技，啊，没有这些扩音器，那么大的场面，佛讲经教学的音声，他们都能听见。我们现在无法思议，不能想象。啊，这就是近代这些科学家所说的，人类有一种本能。啊，佛的这个本能，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我们也能想到这个啊，这个地方没有统一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印度没统一啊，都是小国，跟中国三代时候一样啊。啊，三代没统一啊，秦始皇才统一的。三代之前呢，都是小国家啊，春秋时候。叫八百诸侯，那就中原这个地带八百多个国家了，一个朝小城，一个小镇都是一个国家。啊，小国30多里，30-40里路，像乡镇一样小镇呢、啊。大的国家100里，哦，范围100里是大国了。啊，每一个国家的国王叫诸侯，啊，在这么多小国里头，哪一个国王把自己国家治理的最好，可以做大家的榜样的，大家尊他为天子。那是天子没有统治权，不是皇上啊，没有统治权的，是你做的太好了，大家尊称你。成为你天子，我们都向你学习。啊，天子就是诸侯的顾问，啊，总顾问，有什么疑难杂症都向他请教。啊，所以这种状态，啊，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各国不同的这些侯国、诸侯国。他们的言语不一样，今天讲的方言啊，你看中国这么大地方，言语很复杂了。我抗战期间在福建住过，我知道福建的这个方言就有几十种啊。我住在建州，城里跟城外人讲话就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确实人住在一个地方不想动啊，老死不相往来啊。啊，这个人见过几次尘了不起，他见过世面了。多少人一生呢、啊、没有见过尘呢、啊、他的活动空间就他这个乡村周围几个村镇而已。啊，远的他都没去过啊。啊，这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啊，所以语言复杂，文字不统一。你看中国篆字，一个字好多种写法，那不是人故意的，是某一个地区他的写法这样的，那个地区写法是那样的。啊，你看中国最普遍的，现在传下来的，一个福，一个寿。应该说福有100多种写法，寿也有100多种写法，其他字也都一样的，不传下来了，
这两个字是什么？因为大家喜欢叫百寿百福啊，那不是自己造的，都是以前地方上的他们的文字啊，这些呢到秦始皇才同意啊，这秦始皇做了这些事情，说书同文，车同轨啊，秦统一了全国，做了一个大的整理啊，用统一的标准字啊，那么字的来源都是诸侯国他们所有所用的，他们自己所用的啊。大一统之后，我们就了解了，佛陀当年在世啊，他也是搞大一统，他是教学的大一统，他不是政治的一统啊。你看，不同的这个诸侯国的人民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信仰，哎，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许许多多不同的方言，释迦牟尼佛怎么教？这就想到人类的本能，他能以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得解，每个人都能听得懂。啊，不需要翻译。在经书上没有说，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教学有翻译，没说。如果有，一定有记载。啊，只记载着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啊，那我们就相信这是本能。什么时候这种能力发现？我们相信一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有这种能力啊！一切法不离自性的，自性是根源的，只要把这个根找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大乘的教学是以明心见性为宗旨，为目标。啊，特别着重的是清净心，清净心就产生感应，不说话，意思也能传达，一心印心。啊，一心传心呢，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贤首过思，望经还原观上告诉我，医宝是环境，正宝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这个念头才动，立刻就周边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接受到啊，念头才动，就好像就发这个电波一样，发射出去。啊，整个宇宙能收到。那依报的现象呢？依报是物质，物质也是波动现象。物质离开波动现象，
它就不能存在，就没有了。啊，所以每一个物质波动现象也周边法界。诸佛菩萨，啊，这菩萨是法身菩萨，也就是说见性的菩萨，他们全都收到啊。啊，这是信息。信息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精神现象。啊，物质现象是附带的。是从精神现象里头变现出来的。啊，现在这一桩事情。量子力学家也搞得很清楚了。我们从这些道理里面去细心去观察，啊，去思维，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那就是宇宙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是一体，既然是一体，那就没有一样不相同啊！就像我们的人的身体啊，组成身体的是细胞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的身体大概是50兆的细胞，这单位是兆，50兆个细胞组成的。这个是细胞有新陈代谢，它有周期性的。啊，衰老的细胞会消失掉，新的细胞会生成。新陈代谢的周期，我们中国古人说是7年。啊，也就是说7年之后啊，我们身体里头旧的细胞一个都没有了。全是新的。啊，7年是一个周期，就是换一次。换是天天都在换。像换零件一样的，天天都换，随时都在换，7年就全部都换新的，没有再没有旧的了。啊，那么每一个细胞，它的振动的频率，全身每一个细胞的时候。都收到，它是一个共同体，它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身上任何地方痛痒，全身都知道，不是说只有那个局部，其他地方不知道，而是全身都知道。啊，我们从这个道理来推想，整个宇宙是一体，那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小细胞。啊，宇宙这个细胞，我们这个细胞这状况，全宇宙啊，所有细胞都清楚都明了。啊，一真庄严呢，它有3种周边，第一个是周边法界，变法界、虚空界统统收到。啊，第二个。是畜生无尽，第三个是含容空有，这是真理呀，这是宇宙的奥秘呀。啊，佛法里面讲的甚深深密，佛不常说，为什么没人懂？说了大家怀疑，
说了大家追根究底，怎么讲他也不会清楚。啊，所以佛教人修定，大到一定的定功啊，他自己就知道了，他看到了。啊，佛鼓励大家不断的去修禅定。啊，菩萨五十一个阶级，那就是说明禅定有五十一个等级。啊，第一个等级得到了，就是初信位的菩萨。你看，第一个等级得到了，两个本能就出现了，天眼通，天耳通。啊，初信位的菩萨有这两个能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看得见，我们听不到的音声他听得到。啊，再提升一级，啊，二心位的菩萨，啊，他又恢复了两种神通，他心通、虚命通，啊，二心位的菩萨，啊，他心是别人心里想什么东西，他知道。啊，虚命知道自己过去生中啊，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也能知道未来五百世。阿罗汉是七性位的菩萨。啊，他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在这个地位心清净了，也就是说都无所住，这个执着放下了。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为什么不执着？他明了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万法皆空，这个东西它真的了。所以对一切法不执着了。啊，五十二个阶级，这第七个阶级。第七个阶级的修行超越六道轮回。由此可知，七性菩萨之前就是六性，六性以前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七性位呢，超越轮回了，轮回不见了，没有了。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轮回既然是假的，轮回里面这些东西，你怎么可以执着？你怎么可以占有？你怎么可以控制？那全是妄想嘛！啊，菩萨怎么个看法呢？菩萨像看电影一样，看电视一样，可以欣赏。他不会起心动念，为什么？电视上这一些画面得不到，他刹那刹那在生灭，得不到，也不能控制，也不能占有。啊，所以他欣赏，他的心是清净的，啊，决定不产生这些念头。了解事实真相啊，执着不到啊，真能执着到了，可以执着，执着不到啊，
你身体都得不到啊，都是假的。啊，什么东西真的？灵性是真的。所以大乘教里提出借假修真，真是灵性，借这个假的身体、假的环境，提升自己的灵性，这个重要啊！啊，灵性里头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啊，不断把它向上提升。啊，这五十一个阶级，就是五十一种不同层次的定功，到第十一个阶级就脱离十法界了，你就见到事实真相了。这第十一个阶级，华严原教初住菩萨，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利益是真实的，这是能带得走的，你得到永远不会失去。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东西得不到的，它会失掉。你得到好像是得到，其实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时候看见？啊，真正看到虚妄。初心位的菩萨就看见了。你看初心位菩萨，他把五种见惑断掉了，就放下了。啊，第一个身见，六道众生哪一个不把身看作是自己？这个学佛的人聪明，他知道身不是自己啊，所以再不执着身是自己了啊，把身看作像衣服一样，哎，这是我所有的，暂时有的，又不是永久有的。啊，这个身体用时间用久了，不太好使了，换一个。啊，你修行到有这个功夫的话，你就可以换个身体。啊，换的身体肯定比这个身体好。你会挑选吗？啊，所以身体不是我啊，我不能换的。啊，衣服可以换的，身体像衣服一样啊，别执着。那身体之外的，那不全是附带的吗？没有一样不可以换的，你不换也得换。为什么呢？刹那刹那在换。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就是物质现象、自然现象、
精神现象，这三种现象都不可得。三种现象生灭的时间都非常短，就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啊，这一弹指已经换了多少次？换了32亿8000次，百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现在算法是320兆，对，一弹指，他已经换了320兆次，哪一次是你？这就是说不可得了。大般若经上的总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明白了，你对于一切法都无所住，不执着。给诸位说，不执着了，生死没有了；不执着了，灾难没有了。啊，不执着了，六道没有了。不执着太好了，执着有这么多的麻烦在啊，不执着也麻烦全都没有了。阿罗汉聪明的，不再执着，超越六道轮回啊！菩萨更聪明，不但不执着了，分别心都没有了。为什么不分别呢？因为一切法是假的，一切法同一个自性，性有相无，理由事物，那何必要分别呢？那分别是个妄念，是错误的想法啊！所以你看看菩萨，不分别，不执着啊，他实现在世间，所以才真正能做到随缘不变，那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他这多自在呀！啊，多圆满呐！我们今天做不到，就是把这个东西当真。把假的当真，真的不认识啊，以为真的是假的，假的是真的，搞颠倒了，搞错了啊！大乘教常常讲颠倒，颠倒就是说这种事情，认假不认真，因为真的你六根接触不到啊，所以你不会承认的。今天科学跟哲学，它能够探测到的都是幻妄的啊，真的它探测不到，因为真的没有现象，真是永恒存在的，永远不变的，这叫真的，这是自信，这是真如，
也叫做真心。啊，佛经上说这个东西名词几十个。啊，几十个名词说一桩事情。佛的用意叫你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名字。对，名词术语都是假设的，教学方便而设的。你一执着错了。啊，不但不执着，分别都错了。最好在这个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完全通达明了。啊，这是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唯一的一个目标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真正开悟了就永远离苦得乐啊，所以那些苦都是因为你迷惑妄想分别执着这里都产生的，它不是真的啊，真的真心里头苦乐都没有，迷悟也没有啊，真心里头没有一样东西是相对的，样样圆融，啊，不可思议，圆是圆满，融就是一体，大是一体，小也是一体，啊，虚空法界是一体，一粒微尘也是一体，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总是一体啊，所以这个开头叫我放下了，一切无着，就是一切都要放下。啊，着就是执着，有所执着，则难离舍。那人你放不下了，放不下，心里面就有妄想，就有杂念。啊，这些妄想杂念对你是严重的伤害，你自信的智慧不能现前，自信的自信里头德能向好统统用不上啊，如果真的都无所着，你的生活马上就改变了，变成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本来是无量智慧，本来是无量德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今无所着呢，故皆可用以布施啊，头目脑髓呀，样样都可以做布施啊，过程可以布施，居乐可以布施，眷属可以布施，珍宝可以布施，没有一样不能布施啊，谁喜欢谁就拿去，它是从自心变现出来的，拿去我没有乐不会，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真的可以遍法界虚空界布施一切众生，这本事真大了。啊，再看底下一段，六度化众。啊，用六度教化众生呐、啊！啊，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心，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啊！这还得了啊！这六波罗蜜，波罗蜜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它原话的意思是到彼岸。那引申的意思就是达到究竟圆满。啊，这引申的意思，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到家了，跟到彼岸这个意思很接近，就到家了，一切东西做到最好，那就功夫到家了。啊，你烧个菜色香味俱美，哎，你这个烹饪到家了，功夫到家了。啊，你写的字，字写的真好，啊，这写字功夫到家了，啊，波罗蜜就有这个意思，啊，那么这六桩事情，你做都做到家了，布施到家了，持戒到家了，忍辱到家了，啊，那就叫做波罗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布施下续戒人等五度。啊，一直讲到般若，因诸度先以无着为本。你修这六样东西，这六个科目啊，啊，菩萨修行的六大纲领啊，六个科目啊，为什么我们不做不到？我们舍不得了啊，才不是能舍吗？昨天晚上深圳有个同学来看我，我看他年岁不大，啊，他要把他自己的房子拆了，全部施舍掉，啊，房子卖掉，这些钱都拿来做好事。我们冷静去观察它，越施越多。啊，为什么命里有的丢不掉？啊，你布施掉的时候，钱马上就来了，无论做什么，
他都赚钱。啊，失不掉的，越失越多，越多越失。啊，我要劝他，他一心想往生极乐世界，我教他，这个念头很难得，但是真正佛弟子应该把自己的身心呢附托给阿弥陀佛，啊，委托给阿弥陀佛，由阿弥陀佛做主。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张家大师60年前教给我的，我依教奉行。啊，把我这个身体完全委托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需要我就多住几天，阿弥陀佛说不需要了，他就会接我到极乐世界。心是定的，心是安的，不受环境干扰啊！啊，这个都自在的。昨天我妈这个劝他，我说你要接受这个，啊，真的自在。啊，去极乐世界，去是决定去，什么时候去，阿弥陀佛做主。啊，阿弥陀佛需要我们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我们就多住几年。啊，要多住几年，什么样灾难对我们都不会有生命威胁的。啊，我们心定了，心平安了。啊，所以有7天黑暗没关系，7天不吃不喝还饿不死，只要你心定啊，老老实实黑暗当中念佛啊，一句佛号不离口啊，7天黑暗之后就看到光明了，地球恢复自转啊，这个地球自转了，它不能自转的原因是受了一个干扰。啊，通过太空当中一个星体，这个星体有一点像彗星一样。啊，它对地球这个表面干扰很大，让地球地壳跟地心脱离了，地壳不动了，但是地心还在转动。啊，大概7天就能恢复正常。啊，会产生这个现象。啊，再有南北极的转换，这个很麻烦。将来南极好像是现在的印度。那么跟印度相对的地球的那一面，那就是北极。那找个地球仪好来看看。啊，然后找出当中的赤道，都要星化了。啊，为什么呢？这样我们晓得全球气候。啊，两极是冷，寒带。赤道是热带。啊，我们中国这个地区可能是真正的温带。啊，这个转对中国是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如果印度是这个
南极的话，中国就是在南半球，南半球的温带。啊，像现在澳洲这样的状况，啊，那么靠近印度的，就是寒带，啊，那现在这个东南亚这一带是热带，热带变成寒带。啊，那就没有法子去住了。啊，那中国最好的地方是北方。啊，以内蒙古为中心。啊，内蒙古这四周围的时候，都是最好的地区。啊，真正的问题。六度代表菩萨万恒，也就是代表菩萨所学的一切法门。下面这一句很重要，先以无著为本，这一句话重要啊。所有大乘里面的修行都是以这个为本，只要有执着，你就入不了大乘之门。所以修行从哪里修？就是放下执着。啊，你看看，放下身的执着，放下边见的执着，放下成见的执着。在小乘就是须陀洹果，在大乘就是圆教实性粗性的菩萨，真正佛弟子了，入门了。啊，还有执着不行啊，没入门。啊，在佛法是有执缘。啊，但是念佛求生净土没关系，能往生。除了净土法门之外，想修行正果那就没分了，你决定做不到。所以无着难啊，难行道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易行道啊。为什么？我执着没有断，可以往生。啊，执着不断了，小乘须陀洹决定没分。啊，大乘粗性菩萨也没分。一往生净土，就做了阿惟越致菩萨，地位可比须陀洹不知道高多少倍呀。所以这个法叫难信之法了，哪有这种道理？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没人相信啊！啊，这叫难信之法。啊，这个里头的道理太深了，深到什么程度呢？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成佛才知道。啊，那换一句话说，能觉菩萨对这个事情知道一些模模糊糊的，不是很清楚。妙觉如来才真正清楚。
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记得世尊有两句话，我们要真正相信的，对经中不怀疑。啊，哪两句话呢？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很重要啊。第二句话是观无量寿经上的，就是净土宗的原理理论的依据。佛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佛是佛，是你的心啊，你的心本来是佛啊，这个心是真心的，不是妄心啊。妄心叫阿赖耶啊，阿赖耶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那换句话说，一切修行呢，是要把阿赖耶放下了，念佛求生净土不必，用不着放下的，叫待业往生啊。大乘教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放下啊！你不放下就不能成就啊！唯独老实念佛的人不必放下，只要坚持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就帮助你一切统统放下了。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你看呢，心里只有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妄想杂念没有了，那不就是都无所住了吗？啊，有妄想有杂念，念这个佛不起作用啊，跟佛不相应的啊。所以念佛用真心念，不要用妄心念。真心在净土宗讲很单纯的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要啊！我决定要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就跟佛阿弥陀佛一样决定证得佛果，这是捷径的，一生可以做得到的。你修大乘一生做不到啊，你试试看一生能不能修到须陀洹，能不能修到摄性菩萨的初心位，你试试看一生能不能做到啊。要放下八十八品见惑，见惑头一个身见啊。佛为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分成五大类，八十八品分五类，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第五个邪见啊。这些东西全放下了，也就是都不执着了，这五样东西不执着了
在大乘入门，啊，小乘学得晚，出国，啊，你没有出六道轮回，但是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而且你在轮回里就有期限，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你决定真的阿罗汉，就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还在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真的阿罗汉没出十法界，出六道没出十法界，阿罗汉要出十法界也很不容易，他要不断向上提升，要提升到辟支佛，提升到菩萨，提升到佛，最后才能再提升就超越了。你想要多长的时间？哪有念佛这么快呀？哪有念佛这么简单呢？啊，念佛是一个成佛的进路啊。什么样的福报的人才能遇到啊？世间大富大贵的人很多，遇不到这个法门的。遇到这个法门，问题真解决。啊，怎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那就是四个字，这就保证：信、愿、持名。要真信，要真正发愿求生，要真正念佛。这四个字解决了。印光大师一生教人，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是印光大师的法印呢。他一生，一生的行持，确实十六个字完全显示出来了：顿轮尽分，行邪存诚，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十六个字，啊，我刻了一块印，印光大师传心发印。啊，可是第三句我用的是老师念佛，求生净土。啊，老和尚一生做到了。无论什么人跟他接触，他都是用这个教人，那没二话说，专精到基础啊！啊，印祖一生教人教什么？就这十六。
是即金刚经宗旨，远离四相，修一切善法，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远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远离四相就是独无所住，不执着了。修一切善法，从布施到智慧，这个六度就是一切善法。这是一切善法的总纲领。一切善法分析出六大类也。人生在世，要干这个，这就是修一切善法了。布施里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三种布施里面，佛告诉我们，法布施为最，最重要的。法能帮助人开悟啊。现在我们看到很精巧的拨筋机器，很精巧的。去年讲完的这一部《大经解演义》，1200个小时，可以放在随身听，随身听。《大经演义》随身听，这个字很好啊，就用这个名称。《大经演义》随身听，你的播经机不晓得播什么东西。这就很明显了。这经中第一经呢，如果下面再搞一排小字可以。一心专念，这个好啊，一心专念一门深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这样教我们呢，没有一个不往生。或者用经典原文也可以。一向专念，常时熏修，用这八个字也很好。一向专念，常时熏修。这此六度乃菩萨究竟自他经历之大行，能到涅槃彼岸。为什么能到涅槃彼岸？因为都无所住。
啊，修行六度，三轮体空啊。啊，那这就能到涅槃彼岸了。啊，修行这个六度，将功德回向往生净土。好啊。啊，那么现在做这个大经演义随身听最好啊，能够用太阳能发电，啊，不受电源的干扰，啊，做个小小一块太阳能发电。我是前天看到个同学送我一个手电筒，是可以用太阳能的，啊，又可以手摇，啊，手摇发电，啊，太阳能发电，它这两种功能，这方便呢，啊，没有电源的时候，不需要电池。啊，那么这个纵然有灾难来的时候，科学技术都没有了，还管用。啊，只要有太阳就管用。菩萨自行此法，业以此教导利益众生，故续愿教化安利众生。菩萨自己真干了，三种布施都修啊，啊，持戒就是威仪有责，做出一个榜样呢给别人看。啊，现在讲到持戒，必须要落实《弟子规》《感应篇》，不从这个落实，不叫做持戒。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过去可以不需要，为什么？那根已经扎稳了。啊，从小家就把它教好了。啊，中国这些东西，我们要大力去宣传，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没有人知道啊，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啊。啊，可以用个专题去讲，大家庭好还是小家庭好，就是讨论这个专题。啊，大家庭的规矩很大，人人都要遵守，不遵守家就乱掉了。小家庭没有规矩，啊，自由自在，啊，但是自由自在里面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孩子受教育的问题，第二个，老的时候养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严重啊。大家庭，小孩受到最好的教育，啊，为什么呢？
家长负责任啊。这家长不是父母啊，祖父母、曾祖父母，这老人，他们爱护底下一代，希望这个家庭代代出人才。啊，所以家学里面的老师都是这些老人请的，啊，老人有经验，有智慧，啊，有责任感，希望家道世世代代传下去。啊，学校没有这种责任感的，啊，所以没有啊，这个家学私塾教学那么认真。啊，私塾老师是真负责任，他要不负责任，他对不起人。啊，他不敢偷懒，不敢不认真。啊，待遇虽然不丰厚，但是他得到全人整个家族的尊敬。啊，这是现在做老师的人享受不到的。啊，老年随落叶归根，根是什么？根是老家。无论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年岁老了啊，不能再工作了，回老家。回老家干什么？享福啊。老年真享福啊。啊，中国人的教学千万年来小孩严加管教。啊，这小孩不是很活泼天真的。不需要你活泼天真，活泼天真有什么用啊？啊，认真学习，严格的管教，啊，中年为家庭造福，为社会国家造福。晚年享福啊，天伦之乐啊，大家庭真享福啊！啊，一个家庭普通300人左右，啊，300人住在一起，啊，小孩总有几十个。啊，这些小孩围绕着老人，对，一家人呢，啊，都是，那都是啊，祖父辈的，退休的祖父辈的，叔祖、伯祖，啊，老人天天跟小孩在一起，把自己老忘掉了，他快乐。虽然退休了，哎，不上课的时候，小孩围在一起，老人讲故事，讲他一生的经过，啊，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提升底下一代人的能力。这个是现在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啊，所以要好好的去讲这个专题。大家庭跟小家庭。啊，做明显的对照。啊，大家庭不分家。大家庭的人
心地是心量大，为什么？没有私财，不管我在哪里经营啊，赚得的钱都要归公，不是我自己用，我整个家族用啊，我自己需要用的，这个家庭好像发薪水一样，发工资一样发给你啊，吃生活衣食住行都在一起啊，都统筹来办的，家里头有大管家了，那个大管家就是家里头的总理啊，管总务啊，所以从小就养成不能有自私自利，不能有私财，不能自己藏东西，不可以不许可的啊，你只要有一私心，这个家庭就破了，就破了啊，没有私心，我生在这个家庭，我一生就要为这个家庭啊，没有私财啊，这个家族才会兴旺啊，这家族有道啊，有德了啊，讲伦理，伦理是讲关系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都在这个家里头动起来了，都在这个家里面好起来了啊，是这样的家庭啊，所以有这样的家庭就有这种社会，这个社会和谐社会，长治久安啊，老人每天跟小孩在一起快乐，这天伦之乐。现在谁能想到？太少了。啊，真不容易。下面说古序曰：“教化干离众生，会书有解释，以道授他为教啊。”你看，古人把这个教说成一个定义，叫什么？叫道。什么是道？五伦是道，人伦大道啊！做人的根本道理无常是德了啊，叫什么？叫道德了。啊，四维八德是德了，叫这个东西。千万年来，老祖宗世世代代传承这种教育。啊，现在人不要了。丢掉了，人好可怜啊，人活在世间没有依靠啊，
这是不得已养成自私自利。我要不攒一点钱，我怎么养的老的时候谁养我？啊，外面都靠不住啊，但是有没有想到钱也靠不住啊？钱会贬值啊。啊，你说现在人可不可真可怜？古时候他有家，他有老家，他不考虑这些。啊，家庭里面永远维持家道，维持家学、家规。家业，这是一个家的四大支柱啊！中国在历史上，外国人赞叹呢。虽然中国也有乱世啊。它时间短，治世时间长，啊，外国没有啊，外国帝王真的是专制，是自私，中国不是的，中国帝王要是专制自私，就有人把他推翻啊，就有人起来把他灭亡啊。中国人做皇帝做君有君之道，做臣有臣之道啊，跟外国不一样啊。啊，说外国专制腐败讲得通，这事实这样，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专制什么时候腐败？末代帝王啊，不遵守老祖宗的教诲啊，专门搞自己的享受，就被别人推翻了，灭亡啊。他建立过国家维持几十代几百年，以伦理道德因果来治天下了。这伦理道德因果他自己要学，他自己不学的话会亡国啊。读中国历史，历史就是一部因果的说明。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专门给皇帝看的，告诉皇帝怎样才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怎样就会亡国啊。君得像个君呢、啊不像君不行啊，所以君不好当啊。比出家人还幸福啊，出家人早晨两点钟起床啊，三点钟上早课，皇上也一样啊。两点钟起床，三点就上早朝了，就上班了，处理事情了，不那么简单的。啊，非常辛苦啊，要大公无私。啊，来处理国家的事务，
有一点私心就不行。啊，那个责任很大，他了解因果。啊，做不好就有罪过，将来要堕恶道。啊，我们看唐太宗这个光碟的复身的，人家说你是个好皇帝，在历史上明君呢。他说的很有道理，明君造了地狱罪，那就不受果报，哪有这个道理啊？啊，人家问他怎么堕地狱的，造什么罪业？杀人太多。啊，隋朝末年嘛，各地方都起义造反了，啊，他也跟着起义造反，啊，把隋灭掉了，把起义造反的人统统都灭掉了，啊，他才能做上皇帝。打仗将近20年，杀多少人？啊，杀人要堕地狱，他非常后悔。啊，不杀人也能够统治天下，为什么要杀人？啊，自己年轻无知啊！啊，所以他最后讲出来是：文化可以统治国家，佛教可以统治国家。那个时候不知道啊，做错事了。啊，在地狱待这么长的时间，能够出来，还是靠他这一部群书的资料。啊，这一部书被发现了，我们把它印出来了，他离开地狱了。啊，还来感谢，我们简直就不知道。啊，去年3月25日，都快一年前。啊，我在澳洲，制药这部书的样本，就是这个经传的样本。啊，第一部书店里头寄到澳洲。啊，我们展开来，7、8个人的欣赏，摆在这小桌子上。啊，悟仁法师的妹妹也在场。突然呢，他就被唐太宗附体，跪在地下说：“我是李世民。”我听李世民附在身上，我就请他坐，没有，一直跪在地下，感恩。那到底什么回事情？因为这部书，他离开地狱。啊，告诉我，这部书将来可以救全世界。啊，这一句话提醒了我，因为在全球都有这个传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所以外国人很恐慌啊，怕中国人报仇啊。啊，过去欺负中国人，中国强大了，那得了吗？啊，现在我们知道了，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科学技术，也不是中国的经济贸易，你们大家放心，是中国的群书之要。啊，这个传就大家放心了，把这部书翻成英语，翻成外国人，在全世界流通，
大家一起来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全世界。让大家安心啊。不要再胡思乱想啊。不可以再造业。中国在历代唐朝政治确实是做得最好最出色啊，外国人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回教是唐朝时候传到中国，那个时候穆罕默德还在世，穆罕默德鼓励他的信徒到中国去学智慧，这个话记在《古兰经》里头啊，所以伊斯兰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厚的感情啊，他们都知道中国人有智慧啊，所以我就想到了中国的文言文，我想二三十年之后会是全世界通用的文字。为什么？人家要学中国智慧，学中国的方法，学中国的经验，这些东西在哪里？通通在四库全书里头。那你要看四库全书，不懂文言文不行，所以一定要学文言文。现在年轻人如果有眼光啊，用个几年时间好好的学中这个文言文，将来是全世界文言文的老师，你走到哪个国家都很吃香啊，人家都很欢喜啊，要有眼光啊，要有远见的 啊中国文言文是老祖宗了不起的发明，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想到，我们的老祖宗想到啊，文言说它不受空间限制，不受时间限制，它永远不变，这个很厉害啊！你要是能够懂得，你看它东西就跟面对面谈话一样。白话文不行啊，白话文随着时间变的，全世界的文字跟语言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相同的，只有中国语言跟这个文言分开的，语言随着变啊，随着地方变，随着时间变，但是文言永远不会变。用这种方法把古圣先贤的智慧方法经验一代一代传下来，这还得了吗？这个东西只有中国有完整的所以乾隆做了大好事，编这套四库全书这个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宝藏没有法子翻译，翻译味道就不一样了一定要学文言文尝它的原味我说这个话也有来由，不是我无故想出来的，因为我们的文言文200年前是亚洲通用的语文亚洲这些小国韩国日本越南跟这个南洋言语不同文字也不一样，但是用中国文言文写他们都认识
啊，为什么呢？他们学，他不学，不能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要想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会学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永远不变。啊，所以尝到原味也。啊，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将来全世界，因为全世界都要学智慧，都要学方法，都要学经验，那只有到中国四库全书里学，必须有精通文言文的人，把四库全书用他们当地的语文讲解讲出来。真正受利益了。文言文是中国的国宝啊，这个发明今天400年的科技比不上文言文的发明。啊，科技没办法把东西这样保原原整整保留下去。啊，你了解这个道理，你不能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聪明。啊，今天科学哲学都做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自己的智慧、学问啊，方法经验永远流传给后代而不变质？这是一个大难题。我相信外国古人也会想到啊，没有办法啊。欧洲拉丁文是古老的文字记载，因为它语跟文是相同的，今天没有人能看得懂。真正拉丁文的考古专家，一篇完整的文章，他都不能够通达。啊，只有一篇里头几句话，啊，能够知道他讲的些什么，全篇都不能了，都就看不懂了。啊，这两个相比之下，跟中国就差很远了。啊，所以今天要追求智慧，要跟老祖宗学；学知识呢，跟现在外国人学。科学技术，学知识，啊，智慧重要啊，知识也不能疏忽，两个我们都要啊，智慧是根本的，啊，真有真智慧，知识我们才正当的享受的，享用的，不会把它用错，不会造成灾难。啊，凡是会造成灾难的，我们也可不要。啊，日本。土地不算大了，有54个核能发电厂，去年311的大地震出事情才一个啊，这么大的伤害。
如果再一次的大地震，再有个三五个出来，那就不得了了，那这个岛就不能住人了。啊，还能的毒害是长时间的，不是短时间的。科学家预估至少要20年。人怎么能受得了？遗毒太深了。啊，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人决定不敢。中国人不造奇迹。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王莽时代就有人造滑翔机修飞行。啊，诸葛亮造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诸葛亮死之前全部毁掉。为什么？这些玩意用在有道德的人手上好死，如果用在野心分子的话，那可麻烦。中国人心厚道，战争纵然不能避免，绝不可能有大杀伤力的武器，这是中国人反对的。啊，中国人发明火药，火药只做鞭炮，啊，不用它来搞战争了。啊，但是外国他就用了做枪炮啊。啊，中国人做游戏。啊，所以大灾难来了。在全世界中国最安全。什么道理？祖宗积德厚。这是一块福地。啊，我们丢掉祖宗的教诲，充其量不过200年了，不算很长。前面100年是清朝的末年，疏忽了，就是不重视了。啊，但是还有人讲，民国这100年，中国这块大地是混乱的局面，军阀割据，中日战争。啊，所以讲的人都没有了。尤其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家庭，啊，这个大家庭呢没有了。啊，这是8年战争中国最大的损失。啊，把我们的家灭掉了。啊，再不能够恢复了。这个因果责任，日本人要负啊。这对中国的伤害太大太大了。中国这个家庭如果延续到今天，中国能救全世界。啊，外国人也想一生很幸福美满。幸福美满只有在大家庭里头。小家庭没有，小家庭那种幸福美满是临时的，不过顶多20-30年。
啊，一老一退休，你就苦就来了，马上就看到了。啊，大家听听，脑子里头决定有仁义道德，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你家就毁掉了，家不能存在。家凭什么建立？就凭这四个柱子。啊，家道、家规、家学、家业，这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要靠伦理、靠道德、靠因果来树立。啊，没有伦理道德，家就不可能有啊。所以家没有了，伦理道德就没有了。啊，变成我们现在苦难的社会。啊，所以这个教化以道授他，叫道德。这是教啊。转物成善为化，这是教的成果，教的目的啊，教的目的就是转物成善，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啊，这中国古老传统的教学目标啊。啊，引导众生呢，安住正道，建立大行。古云案例，大行，行量大。咱们中国人常说，量大福大。啊，什么人有福呢？量大的人有福。这是真的，起心动念不为自己，所以古时候这个量大从小就培养了，因为从小孩就不能有私心啊，就要为整个家族啊，我这个家族有300人、400人、有500人啊，要为一家人想，为一家人想就享福报，不能为自己啊，所以最忌讳的是藏私财。啊，说瞒着父母，小孩把喜欢玩的东西、喜爱的东西收藏起来，不给，这是最大的忌讳。不能养成这种习惯。啊，有好吃的拿出来，大家吃，小朋友大家吃；有好玩的，大家在一起玩。团体生活。啊，从小养成这个习惯，没有自私自利，所以他走向社会，他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大公无私。啊，这样从小养成，他明白这个道理。啊，量大福大，啊，量小福报就小，所以现在没有这种训练。你也学不到了，一个个都学到自私自利，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啊，大概只知道照顾妻子，连父母都不要。啊，兄弟姐妹更不必说了。他怎么会爱人？他怎么会爱国家？他案例的是什么社会？啊，我们可想而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